就这么从你家走了，然后不打招呼就进山了？嗯，然后你就再也联系不上他了？啊，哎呀，你别喝了。嗯，爹爹。嗯，这可是周时运啊，真想不通，这实在不像他干的事儿。嗯，我是他未婚妻，我都想不通。你要是想通了，你就是他老婆了。我可不找他这样的。嗯，你就喜欢萧远送那样的。说起来，他俩还真不愧是好哥们儿。萧远送最近的行为也很异常。嗯，怎么了？他在家里比周时运还周时运。啊！你别跟我提周时运。好了，不提了。最主要的吧，我觉得他最近总是鬼鬼祟祟的。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，哎，以前接个电话恨不得开功放，现在一来电话不是躲在房间就是躲厕所，根本就不敢当我的面接电话。嗯，那是不是你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是工作上的？对。哈，恭喜你又中奖了。喝我的酒。